在这看着啊？啥？你恶心想吐？哎呀，这死丫头！你是不是？是啊，三娘，都两三个月了。哎呀，恭喜老太太呀！你小子还挺能鼓捣，嗯，比你爹强。那还不都是托奶奶的福啊！栓子，人家累吗？累就回去歇着，少在这儿横唧。走。 咱回屋歇着。你不能走。嗯，是。站住！老太太，你不能进去。栓子他娘，我可不敢让我重孙子沾上你身上的邪气。自打20年前你这个盗墓贼的闺女进了这个家。 折腾的太邪乎了，算我老太太求你了，你就在外边等着啊！我让人请了城里最好的接生婆，总不比你差吧？可是老太太，妹妹，你就耐心点吧。老太太80多岁人了，她求过谁呀？啊！老太太，不好了，老太太，当上奶奶难产。 流了好多的血，我重孙子呢，先保孩子。是老太太，不行，大人孩子都得保，听你的，听我的。哎，拦住他！顾妹妹，你可别惹老太太生气。哎呀，我爹怎么了？我的药，我的药，他怎么也跟着捣乱呢？送他回屋歇着去。 还不如我个老太太。快来人呐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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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栓子兄弟呢？哟，姐姐来了，随便坐吧。我弟他人呢？那院去了？要生了？可不，不就土妞生个娃吗？瞧那架势，连老太太都过去了。哎，也是。你说就那个土妞，哪儿配得上我栓子兄弟呀？哎，你看着吧，这要是生个男孩啊。 指定没人上心再去照顾我栓子兄弟了。哎呀，我这栓子兄弟吧也可怜，你说打小啊就流浪在外面，这没吃没喝的。哎呀，弟妹呀，我这儿有一瓶补药，也就我这当姐姐的总想着。这可是我托我上海的朋友医学博士。 拿来的最好的药，等他回来你就给他吃上，好好补一补啊。那谢谢你了。嗯，客气了。你歇着吧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好的药，女人吃了不……一个妇道人家吃这干什么呀？这药金贵着呢，还是留给你男人吧。呸！我爷们心疼我，什么好的不先让我尝？ 奶奶，哎呀，老太太，不好了！要不是吴奶奶捣乱，我们还能保住孩子的命啊！现在呢？娘俩全都咽了气儿了。我死了！我的风儿！娘，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！醒醒啊，娘！
你给我滚！再多给点吧，三奶。您知道，我这干的可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你敲诈啊你！你不知道你三奶奶穷啊？以后就不穷了。我们都知道少姨奶奶是您的亲侄女，等以后少姨奶奶生个小小少爷，这丈夫上下不都是您说了算吗？也是，那就再赏给你点儿。嘴巴严点儿，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找人弄死你！啊，是。还看什么？快滚！吴奶奶，跟我去见老太太去。我怎么了我？你说你干了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，那个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上气，说，这是我自个儿的，我带在身上的。娘，大姐，你们看，老三的戒指，是三奶奶硬逼诱着我干的，我不干，他要杀了我全家呀！去，把三狐狸给我抓来。是老太太。皇娘，我救你！来，还我吧，还我孩子！栓子，你三娘对你不薄啊，把亲侄女都给你了啊！你可得救我，你可得救我啊！我掐死你！栓子，住手！她是你三娘，要住着她还轮不到你的。啊！我的老婆孩子呀！老太太，叔，你嫂侄女有没有掺和这件恶事？没有，不管她的事儿了。放屁！你就是个傻子，就算你想到这层，你也没有这个。指定是你那骚侄女出的主意。去，
把他给我抓来。我去，一定是这个骚货出的鬼主意。骚货，骚货，骚货！是听见风儿知道走漏消息，寻了死了。不，老太太，鸳鸯她真的不知道，她指定是被别人害死的。老太太，你明察呀，明察呀。正好，你侄女喝剩下的这半瓶毒药，是你的了。啊，娘，我。这样不妥，不妥！这个家我做不了主了吗？来人，拖到自个儿房间，把这瓶毒药给他灌下去！饶命啊，老太太，我再也不敢了！饶命啊，老太太！这辈子杀戮太多，冤亲债主、阎王小鬼一块儿找上门来了，冤梗，你快回来！娘，坏了坏了，全乱了套了，这个家里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啊？这个野种命还真大，竟然有人给他当了替死鬼。你说什么？嫣然，不会是你吧？就是我。什么？娘，你怕我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这个家除了你以外，其他的人都得死。今天不死，明天必死。嫣然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不是我想干什么。是赵元庚他顶不住了，明天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就要占领这里了，你说谁还活得了？那咱们娘俩赶快跑吧。娘，用不着，等他们都死光了，这个家就名正言顺的是咱们娘俩。那日本人哪能只杀别人不杀咱们娘俩？因为我就是日本人。娘，十年以前我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。我嫁给日本最显赫的家族井上家族，井三他根本就不姓井，他叫井上三郎，是大日本皇军井上太郎司令的亲弟弟。你醒了，哎呀，别的人呢？大奶奶病得厉害，二奶奶没见着，就没别人。真没想到，临了。是你在我旁边儿，娘，您别说丧气话，你老寿还长着呢。是，
我是还能活两天，我儿子没回来吗？他不回来，我不能死，养儿防被老，他得给我送终啊。是已经让人去告诉司令去了。娘，三奶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老三的侄女儿肯定是让人下了毒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敢说？这家里头有鬼，邪事太多。你就说李丹云的病，病得蹊跷啊！老五，哎，你在外边闯荡多年，见过世面，有胆子，有气魄，你帮我把鬼抓出来，啊！今天晚上起，你搬到我屋里来好几回了，黑灯瞎火的，有人摸进我的屋，我一个人住，怕，我怕，我陪着你。都三个月了，你没事有一个整觉啊？惦记家里那点事儿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没有消息过来，应该不错。您放心，有大奶奶的。司令，这个小镇今天挺安静，看来小日本没那么快追上了。司令，这个镇咱们来来回回好几趟了，我找了个好去处，您要不要试试？什么地方？一个雅致的地方，有一家女主人不仅姿色好，还会唱戏。暗娼？可不是一般的暗娼。去的客人要主人高兴才见得着，要是不高兴，不管是谁还不见。司令，长东西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些？停！司令，这八成就是我说那个去处，就在前面一拐弯。小心，司令。嗯，怎么不唱了？司令，好像就是这儿。小梅，是。开门。我家主人今天不见客，知道来了什么人就不见客，赶紧通报。不管是谁，我们家主人今天不高兴，说不见谁都不见。司令您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行了，不让见就算了。去，告诉你家主人，就说小鬼子马上进来了，让他马上撤。听见没有？
闪开！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？真是你！你说这大半夜的，你唱什么戏？这下好，把狼给招来了，命保不住了吧？没了好，省得成天提心吊胆。我在这儿都住了十年了，每回你的部队从这儿过，我就派人打听，一回也没遇见过你。就算今天死了，我也多活了十年。嗯，活腻歪了，想着死了。谁不想好好活着呀？可是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活着不如死了。别着急着死，小二十年不见了，接着唱，唱个整出的给我听。唱不动了。非得我把这刀拔出来才唱不成啊？别老拿你那刀吓唬我，你就是拿枪顶在我头上，我也不唱了。哎呀，行！哎呀，行啊！你变了，你老了。这是见你了，这么多天我就没说这么多的话。我早不是你们家四奶奶了，想让我陪你说话，得给钱。你真是变了。你真是老了，老很多。司令，听炮声是鬼子大部队，离这儿不远了。
听着了。行了，我该走了。你不是要我？过来，让我抱抱。三个月了，没正经睡过觉。在这儿补了一小觉，真好。跟我走吧。你还是杀了我吧。拿着，想死自己动手，不想死就用它保命。小日本马上就要进来了，把门关好喽，别出事儿。通知大部队，马上撤离。司令，全撤。是。在一起，傻丫头，我都不知道哪天会死，将来管不了你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照顾主人。一体ところはここですか？はい、ここです。よく覚えていますね。演劇ができる？上手ですよ。よし。弟兄们，这几个月和小鬼子交手，从东打到了西，他没占什么便宜。可是今天我们一枪没放。撤出了镇子，他就认为我赵云庚不行了，落荒而逃。他们肯定大意，这就是机会，极好的机会。我决定杀他一个回马枪。司令深机妙算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听着，以团为单位，悄悄地给我杀回去，把整个镇子给我围起来，占据了有利地形，猛打猛冲，一定要把这股小骨子给我吃掉。争取把这个井上太郎的脑袋砍下来。是。有客人要见你们家主人。
我们家主人今天不见客。你知道是什么客人啊？你赶紧去通报一下。不管是谁，我们家主人今天不高兴，说不见，谁都不见。不是，苏磊，哪敢？嘿，老丫头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？去去去，带着。赶紧去，混蛋！主人快逃啊！狗日的，出去！累的。告诉你啊，今天来的可是你的贵客，这位是大日本皇军井上太郎司令。司令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何を言ってるの？考えすると言っています。しかし彼女の顔に微笑みを見えないね。演劇をさせ。はい。你别不识好歹啊！你把司令惹急了，他可要你的命。快点给司令唱戏。我今天不想唱。何を言っている？演劇用の服はない。服はない方がいい。全部脱いで。歌わせて演劇をさせ。はい。我说，我可是一直都在帮你啊，你可别自己找死。司令说了，让你脱光了给他唱戏。你把我们司令伺候舒服了，我们司令脾气可大着呢。想听脱光了唱戏？好啊。可是只能他一个人听。进来吧。何を言っている？そこに行かせたいです。よし。苏兄，司令，四奶奶，苏兄，苏兄，苏兄，去把军叫来。是。苏兄，苏兄，旅长。命大，死不了。我用你的军刀杀死了小日本的司令。啊！说什么？我杀死了小日本的司令。秋香，
你杀的真是井上太郎，真是我的好女人，走，跟我回家。 吃饭了，我不饿。还是多少吃点吧。滚！让你们都滚！该死的下人，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？是你，把门关上。 来干什么？知道今天出了多大的事儿吗？我两个老婆，两个孩子，两个还在娘肚子里的孩子，全死了。我都听说了。 想想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，我要见我娘，我要见我媳妇，我要见我孩子。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谁都没有你自己重要。 你说让我帮你弄到那个枕头，那我要是弄到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会给你钱，很多钱，你做梦都想不到的数目。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只有钱最重要。这里快打仗了，到时候能带走的只有钱。那个枕头很值钱哦。这么说，你是来取笑我的？松开你的手，松开！ 还有心思纳妾？现在怎么样？落得个两手空空。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时间。正好你媳妇儿、孩子都死了，你没有累赘了，老太太快不行了，你得赶紧想办法拿到鸳鸯枕。我趁天黑，我进她房好几回了。 他根本就找不着，那么容易就能找着，我还需要你吗？